你这时候可不怎么老实啊。不是，你在笑什么呢？奴婢第一次伺候大人母女，内心是既期待又忐忑。哦，你在期待什么呀？期待个毛啊！奴婢的意思是，大人连一根毛都很让奴婢期待。会说话就多说一点。 奴婢也不太会说话，主要是真诚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大人又变花瓣了。我记得，你最喜欢的。大人，你说笑了。 当然不在刚认识奴婢，怎么又知道奴婢最喜欢什么？对，但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。是啊，是才刚认识一天呢。不，像认识了一千年一样。哎呀，奴婢那个搓澡的手艺可是一绝。 大人要不要试试？好。毛呢？能别只搓一处吗？哎，都搓秃噜皮了。大人，你皮肤真是细腻吹弹可破。毛呢？ 问题吗？狐狸的体毛不都体貌命吗？你怎么连个毛都没有呢？有的，毛一定在尾部，啊，怎么办？豁出去！大人，你的手可不怎么老实啊。不是。 奴婢这手看到大人情不自禁就想给大人搓搓尿。那好啊，不行了，准备一下侍寝吧。好嘞，侍寝。胡妖大人，其实我从小到大也会一直做同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全家都死在了她的面前。 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惨了，小女孩就在那哭着喊着，和他们说不要杀。可是他们不是说自己从来不睡的吗？看我不拔了你的尾毛！ 手伸不进去怎么办？机会来了！大人，我要死了！都得死。